中国音乐电视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JJ 林俊杰。那这次呢，非常开心能够再次的跟大家见面，因为我的新专辑第三张创作专辑已经要发行了。这张专辑的名称叫做编号89757。想了解我的新专辑的讯息的朋友们，一定要锁定中国音乐电视。千年以后，放任无奈，淹没尘埃。我在废墟之中守着你走来，哦，我的泪光承载不了我，哦，所有一切你要的爱，因为在一千年以后，世界早已没有我，无法深情挽留。寂寞。